书。我们现在有七种不同的论坛。我是澳美，谢谢我们嘉琪主任，他也在这个静宜大学办过。那李李律师也是办了好几场的研讨会，包括今年四月在东吴大学的制裁。所以总体来讲呢，会务推动得很顺利，就是靠各位帮忙。最新学者专家撰写法律相关文章，在本会的网页上登载。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很高兴。对，很快下来，他忘想，所以等于没有。他用选举，选举在理解。最少一个洞哈，最少一个洞，大概有三吨的量。每年哈，这个马来西亚政府他会开放标案就去标，但是它的产量重量差不多，但是标的价钱就是说。看大家谁去出标这样啊，其实去标这也是一个指标。比如说我今年我每年都有标，我今年没标到，我这个江湖地位就没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无论如何去标动业的人，他每年都会固定要去标的。那这个上这里有一坨鸟粪，你头上看上去就会有燕窝。地上只要有鸟粪的痕迹，你抬头看这里就会有燕窝。那你这个你这样真的那个什么，梁广总督他就说，这些子弟哦，你看像许崇智那些人出去，他们那些人出去，蔡锷那些都学坏了，变成革命党，不要给他们出去了，就不要出去了，干脆就在香港弄一个大学，就给他们在这边读，出去才不会学坏，所以才有香港大学。我也买很多给我太太吃了，也没有什么效果。不得其法，然后品质有问题，下次找他。他吃了会在外观上展现。那皮肤会很滑。然后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表示你太太身体很健康，没什么毛病。他会一般来讲是论五脏，然后呢，他会跑去你最需要疗养的地方，先展现出那个效果。那如果你感觉他吃的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就表示他没什么毛病。对，那个当然是红心。我一直回来要烧香哈，这个声带不怎么好啊。我以前去读啊，第二次去买，我都买五六万的呢。那你要讲。对，人工啊，他那个对气管，来讲，人工要扣准那个，不加，对，下面脚好做个健康，谢谢，对啊。大黄，是。那对，来，谢谢。部长，我看到小弟弟了，这个没有问题。